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在三角形 ABC 中，好，这随便画了 ABC。那它说 AB 知道，哦，这是 C 啊 ，AB 知道了哈 ，AC 知道，啊，它问你那个 BC，BC 就是 AC 减 AB 啊，哦 ，AC 减 AB 嘛。那一减的话，这个减这个是6，这个减这个是负2，所以答案是6负2。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哈，他问呢三边的周长，哦，所以呢这个三边周长哦就是 AB 的长度嘛 ，AB 长度是根号多少呢？一的平方加3的平方，哦 ，AB 的长度。那再加 BC 的长度 ，BC 长这个，这可以抽出2来，2抽出来以后，再剩下3嘛，剩下3的平方加负1的平方，那再加多少？再加呢？AC 就是这个了，根号多少？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49加1，好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根号10，啊，这2根号10，啊，这50啊，可以抽出5来，抽出5来，抽出5以后哈，525，25乘以2的话呢，是50嘛，好，525，拿进去的话，一乘的话就是50，所以这个等于啊，这个是等于3根号10加上5根号2，所以是3根号10加5根号2。